必须要训练。这叫这一群节目的就得留言开心，他们开心就不行了。从地来的都得开心，所以一家人，一家人呢，大家都得开心，笑脸呢，笑呼呼的呢，应该出家，还呼声欢乐，呼声欢乐，这是好思想。你这个大家呼声也要这个低。现在的人刚才相高小去年之前多心极短，他这么好的还有不好的，这个学面不好的还有好的，去年家好的不极短的，这就我叫他去相高里面是我们一定一定的机会，每个人都哎，你说叫我这个你叫黄立飞教务主任这就是阿斌带一个所有车车手第一大法的是这个的吗啊阿斌有机会啊啊你们要阿斌带一个车来好吗好你的车来黄明金车来要带一个机带一个好吧黄明金这种来不然我就来这我旁边那个新疆过来，也是那个教练，那个考试红，那个这这个，这个是带过来。那个新疆过来就当地有没有服务还有来了啊？当然，是这来。不过咱们说是第一路，往往呢，因为这无声干扰的进行已经是些超级往往呢。哎，他这样子来的。刚才你们怎么又把我希望，我这汽车到这很快发出去，因为我来看后面很多都有美亚了，滑翔机了，我到那边看看，大家这个飞机看看的好。啊，今天飞机不错，还不方便。北面只有往往也可以啊，啊，像王镇的那个镇里，同样也有水，包括这个只有退休的往往啊，右边的王镇左边是这，这里的往往是这个。哈哈哈。
请大家为王老师热烈的鼓掌。刘培刚学到无休大五聘的他是开心，没有开心的武功的他要武功，先有一些武功的心理心要没有了虚啊，叫内斗内气内功，内斗内气内功呢？这个像也没有马，也没有手，对不对？哎，有马还有手，真练的啊！哎，还有两。我们孙兴武啊，他太极孙兴武啊，没有。
哎呦！
Thank you.